再想，闪电，电流球，然后再讲下一个这样，然后那个未获得的可能会下下集下，哎、欸、下下集再把它抽出来好了，有点难抽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为什么是要收集满一等？哦，应该是十个碎片就有了啦。你只要获得该技能的十个碎片，应该就可以合出来了、哦。什么叫标题？连续十秒召唤对周玩，有玩闪电球。好，你看一下什么是闪电电流球。哇哦，这期可以不要这么猛吗？哎、欸，奇怪，这礼拜没有更新哦，好失望哦。这礼拜很像就更新战斗潮而已耶，没有新角色，也没有新技能。嗯哼 ，QQ 啊，不过我们挂了不少钱呢、啊。哦，这就是使用教学。这个叫什么？刚跟你讲啊，什么电流球的。嗯。嗯，期待它更新。这球可以去电别人。